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20年5月16号，星期六，农历是4月24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你好。啊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啊。师傅，请您帮忙看一下一个中国的同修，就是1989年属蛇女的，有忧郁症。他说他前年考研失败，然后就是突发忧郁症，然后灵性上升，他把家里的佛台也撤了，现在忧郁症很厉害，他把小孩和自己关在家里，也不跟家人联系，不让家人进去见面，请师傅看一下。几年的了？1989年属蛇。身上灵性了呀，上去了呀。哦，跟你说的，任何人因为灵性他最容易上那些想不通啊，难过呀，啊，自己痛苦啊，闷在家里啊，他就来了，你听得懂吗？因为你，我问你，因为很多人死掉就这么死掉的呀，所以他就来找人啊，找朋友啊，你们这些都是他的好朋友，所以这个业障来的时候，你自己给他造成了很多的这个机会让他来接近你，所以不要去接近灵性嘛，实际上就是不要忧郁啊。嗯嗯。像他这种已经忧郁的话，你只能念经了呀，没有办法。对，他说灵性上升，然后佛台也撤了，然后当时那个申请拜师通过了，他也没有去拜。灵性到了有什么办法了？嗯，那师傅，现在他家人帮他许了1000张小房子够吗？1000张小房子啊，够了。嗯。先这样吧，先给他，就这些小房子先给他试试看吧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我相信像他这种灵性上升，跟他家里有人的不好的，不好的有关系，就是家里的灵性，就是过世的亡人本来他就欠的，所以他很容易上他生的。那是哪一位师傅能看到吗？他几年呢？1989年属蛇。好，像个中年妇女，一个女的，中年妇女。好的，好，让他们自己听录音。好的，那师傅他放生，中年妇女，中年妇女，好，师傅他放生要多少？放生啊？嗯，500条，先放500条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那师傅他身上的孩子超度走了吗？蛇是吧？属蛇的是吧？嗯，对，1989年属蛇女。哦，灵性还在。啊，孩子那个打胎的孩子还在是吗？对呀，不好啊，所以不好。哦，好的。嗯，那就他小房子先包括在里面，先这样子念是吗？续约了一。对呀，叫他念，好好念。嗯，好的。其实还没有完全好啊，他这个本身没有完全好。对，他现在很严重，说就不让家人见面。你记住了，你记住了，像这种就是完全被灵性控制了。嗯嗯，明白。好，然后师傅他好像说现在很惨，因为他有个二胎的小孩，去年刚刚生，现在呢发育迟缓，然后也不会坐不会排，1岁多了。然后那个老公呢想复婚，然后他父母说想问一下师傅，他们还有夫妻缘吗？因为他曾经打过师傅电话，师傅说他婚姻不顺。他几年的了？1989年属蛇，师傅。他老公属什么了？哎呦，他没讲，对不起，师傅，他没有讲。我没讲很难看的。哦。嗯，他老公如果是因为打他，脾气很坏，或者喝酒，要看什么样的情况下离开的。如果像这种毛病的话，你不要娶了，没意思的，重蹈覆辙的。下次改不了的，到时候又来了。或者外面有个女人的话，他到时候。那个女人把他甩了，他又回来找他了。再过一段时间，外面又来个女的，他又把他甩了。这个很简单的，听得懂吗？好的，好，感恩师傅，让他们自己听录音。然后师傅，接下来一个是1928年属龙女，是一位观音堂一个老同学的母亲，她现在在国内，然后说从医院 ICU 回家了，医院也不接收了，她想让师傅看一下能不能过这个节。今年93岁。几年的？1928年属龙。1928年。嗯。属龙啊。嗯。
1928年属龙。1928年属龙。嗯。什么是看什么？他说他从医院 ICU 回家了，就是普通病房不接收他了。他想让师傅看一下能不能过这个节。哦，很危险的。很危险。不行。哦。你告诉他，他有很多、嗯，他有很多问题呢。哦，好。他有很多问题，他不是一般的。哦麻烦了，他现在是业障有爆发。嗯嗯，那他说还他要现在怎么做能帮到他母亲？念经啊，念小房子。就念还念多少小房子，师傅？继续念。哦，就继续念。他说他已经给他念过1800张左右。他说让师傅感应现在小房子质量怎么样？是他个人念的。哎，对他那个老同学，他们夫妇两个都是同修。是吧？嗯，还可以啊。嗯，他主要是有一个男的。嗯。冬天死掉的。哦。你去问、哦、那个男。啊，那个男的冬天死掉的，嗯、穿的很厚的、哦、很厚的衣服，哎、哦嗯。哦，好的。那他们继续就是念小房子放松也可以、哎。把他超度一下。嗯，好的，好。感恩师傅，师傅最后看一个亡人吧。嗯，江雪夜，江是美女江，学习的学，业力的业，男的，2018年往生的，念了1700张小房子，现在在哪里？叫什么？江雪夜，江是美女江，学习的学，业力的业。哦，厉害了，嗯。哦。啊，已经到天界了，嗯。在天界。嗯嗯嗯。在哪成天，师傅？遇见天。一几天还需要小房子吗？抄不上去了。嗯。哦，好的，好。好吧。感恩师傅。好，感恩师傅。师傅同学们自己也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。师傅再见。师傅保重身体。师傅再见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师傅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。你好。喂，哎，卢台长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你稍微等一。卢台长你好，我太激动了。卢台长，我是来自上海的同修，我叫苏冬妹，我呢是2016年去年12月16号的时候，那个开始学习心灵法门的，叫今天刚刚满5个月。然后昨天的话呢，我查出来那个结肠不好，我想让师傅看一下我到底是不是需要念经没念经。我念经了。有没有吃？我现在有没有吃全素？没有。我今天到菩萨面前刚刚许愿是全素，刚刚然后刚刚许愿嘛，要满，不是说马上许的愿马上就好的呀，这就是你自己呀，你应该半年前嘛你就应该许愿了呀，这还不懂啊？对，但我这个我懂，但是我是这样的，我是这样想，我怕我自己定力还不够，然后违愿不太好，所以我是想先做起来，然后等我信心越来越强了。做起来嘛生病了呀。嗯，做起来嘛出事了呀，听不懂啊？听得懂，师傅。你说怪谁啦？还是怪你自己呀、啊？对的。你现在愿力不够嘛，你当然倒霉了呀。你现在人家为什么不对吧、嗯？你看看我们多少那个孩子啊，个个都规规矩矩的。学佛人，你说说看，你还吃这种肉？肉多脏啊，肠子会好的？你看看那不，你看看猪吃什么的，出糠的，你会吃不啦？你说你吃鸡肉，鸡吃什么的？鸡吃虫的，虫卵的。嗯。连这种都不懂啊！你说你这种长出来的肉你都能吃啊？你说你身上有多少脏啊？那你看看这种荤的这种肉，真的自己，赶快念啦！现在你现在帮你看看吧，几几年属什么的？1979年属羊的。哦，还有情债，哎，年轻的时候欠了很多情债，听不懂啊？哎，要改啊，要忏悔，不要找理由，听得懂吗？哦，好，师傅，能帮我再说得清楚一点？因为我跟我老公是就是同大学同学，然后我们就。大学谈恋爱然后结婚，我不知道我哪里欠了什么。你不要跟我讲，刚刚学佛的人都不承认的。
不是，师傅，你不要跟我讲这个，你很好，好吧？你不要打电话来嘛就好了。不是，我承认错误，但是我现在一时糊涂，想不明白。你有什么好想明白？你告诉我有什么好想明白的？有着戒指，无着加冕，不懂啊？嗯，行，好，我知道了。给你看出来了，很多人还忘记呢。师傅给他看出来有什么用啦？看出来也不是，就是一个自己要忏悔啊！你现在不能早点忏悔的。嗯，行。我现在帮你看出来了，你还要讲啊？你老实啊！你跟你老公结婚之前，你老实过了？你谈了几个？你不知道的？不要讲了，你自己这自己给你报应都出来了，我就帮你再找毛病了。嗯。你说有什么用啦？你觉得你很好，你去好好了，可能不啦？我跟你说，图腾看得很清楚。嗯，你这个命中当中至少三个男的，现在开什么玩笑了？你知道你意淫也叫淫，邪淫，听不懂啊？明白了，师傅。你搞什么东西啊？你脑子里很喜欢某一个人，你也是犯罪，你不懂啊？你学佛刚刚学呀？你说你知道，我今天又不是法官，我要判你刑啊？我叫你自己好好觉悟呀。嗯，师傅，我知道了。自己想一想不就好了，还要跑得来跟师父讲这些了，讲出来啊，几几年好了，讲出来几几年你曾经跟哪个男的，好吧？嗯，师父我明白了。你自己怎么这么干净啊？你跟你老公从学校里到现在，你没有恋爱过别人呐？骗谁啊？我承认错误了，师父，我知道了，我明白了。明白了呢，还要讲啊？你连过去老师都喜欢过，你还要我讲啊？嗯，我知道了，师傅。非要这样讲，所以不懂的，嗯、真的是。师傅讲什么你就好好改，好好念礼佛。现在已经给你果报了，你就老实一点嘛就好了嘛。好的。对对那师傅，那除了这个之外，我还有什么罪孽吗？就是啊，吃活的东西啊，全在肠子里啊，吃活的东西啊。嗯，吃的太多了，活的东西不懂啊。嗯，你现在我肚子里看你除了鱼就是虾，还有螃蟹。嗯、你说你吃过没吃过？你告诉大家呀。嗯，吃过。好了，还要讲啊？现在全部接在你肠子上，所以你的肠子会结肠癌呀。嗯，听不懂啊？还要我讲啊？听得懂，师傅。自己肾脏又不好，颈椎又不好。对的。对的，性格嘛像男人，脾气嘛倔得不得了。我讲错了不啦？没错，师傅讲的全对。好了，你这还不知道啊？要人家男人喜欢你、追你的，你把人家毁掉，你以为这个没有冤结的？人家追你的。开始嘛显化自己，哎呦像男人一样，哎呦真好，性格好得不得了，什么东西还自己花钱请客，当着人家面，还要我讲啊？嗯，师傅我知道了。知道了，好好改毛病了。现在我看你啊，先念一万遍礼佛，那个往生咒。嗯，好。那师傅我想问，念90章。嗯，好，那放生了。放生2000条鱼，要听话了。嗯、哦。自己两个眼睛，一个大一个小，很明显的，就是你的性格是两重性格，听不懂啊？有的时候好的不得了，温柔的不得了；有的时候凶的不得了。我讲错了？没讲错，师傅对的。有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感觉好像变化一个极端一样的。一个极端了。那师傅。我定期的话，我就是您觉得就是我是否需要先开刀做手术吗？有点麻烦了。喂，你现在这肠子里边这个地方都是黑的，你有点麻烦了。嗯、你如果现在还不痛的话，是人家查出来的话，嗯、他要帮你切掉一大段肠子呢，你听得懂吗？对的。啊，很长啊，要切掉。所以这个很大的问题啊、嗯、你现在几岁啊？我现在是41岁。你在39岁的时候
有没有一个结啊？就是痛得不得了，摔过一跤或者肠胃痛得不得了，有过吗？39，两年前，这是一个结，没有化掉，现在延，不记得了，现在延续到41岁了。你现在这样吧，啊，你先求求菩萨，看看晚上菩萨给不给你托梦，要看你自己过去的缘分了。你过去缘分如果很好的话，菩萨还能救救你。嗯，像这种毛病，只有菩萨给你晚上来看看你呀，啊，帮你，如果把你的一段黑肠子拉出来啊，这种就好了。否则的话，你就准备开刀吧，嗯，肯定的。嗯。那么就是，我就看，就我定期在术前，我尽可能的求菩萨。如果梦中师父来，菩萨来，那我就有可能不需要开刀了。如果实在不行，就只能先开刀，然后后面求菩萨保佑我，就是后续保佑你啊。我告诉你就麻烦了，嗯，保佑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保佑你什么概念啊，嗯？保佑你的概念就是很麻烦了，就是你以后肠子短了，食物消化不良，嗯，长期的这样，嗯，身体免疫力会差，然后慢慢的稍不留神就这里长个东西，那里长个东西。我讲话听懂了不啦？听得懂。所以你现在嘛，能够保守疗法嘛最好，因为西医嘛，他总归要叫你动手术的。因为我现在看的确颜色比较深，如果菩萨保佑你的话，你可以免除一刀；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就求菩萨保佑。而且以后这个果报过了之后，要真的好好做人了，以后不能再生气啊、发脾气啊、跟人家暴怒啊，太脾气太坏了。你自己脾气太坏，你不知道的。我意识到，但是就是愚痴吧，就是感觉自己还是那个，还很好，师傅，还很好，对，我知道我很好，对对对的，觉得自己很好，我知道了，嗯，对的，很好了。你说说看，你现在跟社会上的人一样，你会很好不啦？你不是同流合污啊？是的，听不懂啊？师傅说的对，听得懂，师傅。好了。那师傅，那我明白了。嗯，好了好了，谢谢师傅。晚上晚上求菩萨保佑，显显灵，看看能不能托个梦给你。嗯，如果做到一个梦，马上告诉台长，写信到东方电台来，帮你讲一下就可以了，好吧？好的好的好的，谢谢台长，谢谢师傅。如果直接菩萨来或者台长来的话，那就说明你的前世的功力很不错，就前世有修。菩萨还会救你的，嗯，明白了吗？好的，好了，好了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台长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台长，自己背，多吃点那个中药的穿心莲。嗯，好的，好的，穿心莲，好的，好嗯，拜拜，好，谢谢台长，哎，好好，再见，嗯。喂，你好，再见，你好，你好，师傅啊，弟子向您请安，啊，谢谢。啊，师傅，麻烦您看一下一个啊。84年属鼠的女的，她身上有没有灵性？84年属老鼠的。啊，对。84年。哦，她有啊，她身上有啊，肠胃上有啊，嗯。啊，然后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嗯，她要79张。啊，好的，他好像他感觉他是不是中了降头啊？师傅，麻烦您看一下。中降，几年呢？啊，84年属鼠。啊，中过降头。现在啊还有吗？还有啊，嗯。这个他针对这件事情要念礼佛，还有念啊，其他什么经文呢？念礼佛84遍，然后念解结咒1万遍，跟人家。还要加小房子吗？小房子要64张。好的好的，感恩您啊。还有一个是一位师兄，他是78年属马的，他有两个名字，麻烦师傅帮他选一下，一个叫谢玉恩。一个叫谢丽恩，属什么？几年的？啊，78年属马的。他两个名字，男的女的？女的。第一个叫什么？啊，谢谢的谢，第二个字是玉石的玉。念念直接念出来。啊，
谢玉恩，还有谢丽恩。第二个，第二个、OK， 感恩您啊。还有一个是师傅啊，一个82年属狗的师兄，他已经发了大愿了，他说最近不知道他的肠胃不舒服，身上是不是有灵性啊？82年属什么？属狗的。哦，他的肠胃上有灵性。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你告诉他，不但在肠胃啦，他肺上都有灵性啊。因为他整个人身上很不舒服。啊，我告诉你，他咳嗽比较多，痰多，要特别当心。是。对对对，他还有那个飞蚊症啊。对呀、眼睛呀、飞蚊症。对。我告诉你，他不是飞蚊症啊，他青光眼的、他要当心啊，以后要瞎掉的。叫他、叫他第一要点眼药水，第二呢，他自己要经常做眼保健操啊，眼睛保护的。好的，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，师傅？64张，叫他少看，少用眼睛最近，OK， 就是他每天对着电脑的。很麻烦的，所以要保护好眼睛啊，听得懂吗？好的，好的，他的莲花还在吗？17440。还在。还在啊，感恩师傅，他们自己也自己背、不让师傅背，感恩您。 好，拜拜啊，拜拜啊。喂你好，喂你好。好，喂你好，师傅你好。请讲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。师傅，我是属鸡的，今年1993年女的。想看什么奖吧？93年级。想看身体，师傅。腰不好。腰不好。啊，还有啊，肠胃不好。是的，师傅。啊，还有啊，你呀、后背痛啊，后背。后背。啊。那浑身无力呀、酸痛。肩膀酸痛，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呀、你的眼睛啊都干了，眼睛干得不得了，而且掉头发。是的，师傅，给长腿。跟你说，逃都逃不过的，赶快啦，身上有很多闪灵啊。很多闪灵呀。闪灵听得懂吗？就是有很多过去杀过的小虫啊、鱼啊、虾呀、这种叫闪灵。吃过的、杀过的，这就叫闪灵。是的，师傅。然后师傅，我想问我身上有没有灵性？我说了这么多，闪灵不叫灵性啊。是的，是的，师父。脑子都搞不清楚的。对不起，师傅。感情嘛，感情嘛，真的，你这个人，这情商很差的，搞都搞不清楚的，话都听不懂。是。是的，还被人家骗过财，对的，师傅。请问师傅，我要怎么念？多念心经啊，每天念49遍心经，大悲咒。49遍。小房子要念84章。84章。听得懂吗？对，师傅。改改自己的毛病，毛病就是贪小便宜，吃大亏。对，这个师傅，师傅，我要请问我经常生气，这样。经常生气，我告诉你，就是第一气量小，第二嘛就是嫉妒心强，第三就有忧郁。因为你去看忧郁的人，都是因为他感觉到别人对他的伤害。你去感受到别人对你的伤害干嘛啦？有的时候人家感觉都没感觉，你自己感觉到伤害了，听不懂啊？是的，师傅。你管得了不啦？你现在自己不要上当嘛，好了，自己没有智慧，老上当，被人家骗过还少啊？你告诉我呀，被人家骗过还少啊？你这种人，人家不骗你，觉得对不起你了，听不懂啊？对不起，师傅。聪明了，聪明的嘞，小鼻子小眼睛的，自己要懂得怎么样。怎么样能够气量要大？怎么样能够学佛之后要改变自己的性格？听不懂啊？谢谢师父。谢谢师父。听师父话呀。我刚刚学心灵法门，师父。刚学。现在有那小房子。刚学就是要你的意思，要我对你要求低一点是吧？
是吧？是不是要求对一点？你真好，好的不得了，你就不苦了。我讲你好，你就不苦了。哎呀，真的没脑子。我非常开心，师傅能够打通师傅的电话，然后我又放生多少条鱼，师傅？放生多少条鱼啊？呀，放生1200条，慢慢放吧。1200条。好吧，师傅，慢慢放。小房子是84张。对，师傅，对，够了。自己要当心啊，肠胃不好啊，我跟你讲啊。肠胃不好。嗯，是的，师傅。我每天好像吃不下。不加热。就是老觉得肚子胀，吃不下。是的，师傅。好了，肠胃胀气啊，你要知道生气，气在肠胃里，你怎么会舒服啊？听懂了吗？是的，师傅。好了。是的，师傅。然后师傅，请帮我看一下，今年属羊的1991年的男的师傅。看什么？看身体，看身上有没有灵性。有啊。叫他念56章，这个孩子倔得不得了，脾气很倔。呀。56章小房子呀，师傅。叫他脾气不要倔，你给他多念点心经吧。好了。心经要多少遍，师傅？每天念11遍。这一遍心经。好吧，然后他要放生多少条鱼，师傅？放生八十条鱼吧。80条。最好让他自己放，这孩子有慈悲心的，好吧？呀，对的，师傅。然后师傅他从小就有糖尿病，是遗传的。遗传。肯定的。嗯。糖尿病嘛，就糖尿病，糖尿病死不了人的了，控制好嘛就好了呀，不要乱吃糖呀。晚上4个小时睡觉，4个小时之前只能喝水，不能吃东西。晚上哈。晚上主要是晚上要控制。他最大的问题伤害你是在半夜里。然后他经常熬夜打游戏机，我讲他都是不要听。没办法的，只能给他念心经啊！你要叫他多看台长的白话佛法，而且要看台长的看图腾，让他有兴趣，然后他以后慢慢就会不打了，听得懂吗？一个小孩子，你必须要给他对他某一件事情让他有兴趣，他有了这个兴趣，他其他的不好的兴趣就少了，听得懂吗？好的。过去有很多男人女人都是好色的，结果后来。就鼓励他们多看看那些连续剧啊，然后让他们看看书啊，他们一旦迷上了书，他们至少先不好色了呀，一点点改的呀，听得懂吗？好的，师傅。你像你孩子要看看他一共有2个兴趣，一个是玩游戏机，比方说还有一个什么兴趣，就尽量把他往那个兴趣上引呀，听得懂吗？好了，师傅。好的，师傅，然后我要帮他念心经11遍每天吗，师傅？11遍心经，让他开智慧，跟菩萨说，请观世音菩萨保佑，让我的孩子某某某能够开智慧。他是我的先生。你的先生啊，好了，1年的，一样啊，你跟他讲不就好了？好了，你看看你自己什么，自己小姐姐的都像一个小孩一样的，你还结婚啊？好了，是的，师傅，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像你这种人，我真的无语了，搞都搞不清楚，还做妈妈呢，是的，师傅，我是自己都教育不好，你还教育孩子啊？你要好好学学心灵法门，心灵法门白话佛法里边，师傅在教你们做人，在教你们学佛。好了，是的，师傅，好了，感恩师傅，多看，感恩师傅，再见，师傅，再见。感恩师傅，感恩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